嗯，我在，我在。我操！我感觉带征服者的话，这把。原方们只能开一。不带风暴聚集了吗？现在。 下次水的翼应该是三两开，主播还是玩家的话，应该还是会带。虽然没闪的，他把E交了就杀他。他穿进可有眼，你看到没？来看我是要逼装备。那个 AD 没闪的，完了治疗的。我知道他这个，他这墙就跑了，我靠。 他很多装备都是不平滑的，知道吧？带虚弱，我操！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那个瞎子，瞎子刷到下野区肯定要救。就是你要做的狂风，这换野区有点小难受。不换，不换，不换野区。不是已经换了吗？点一个经济上的。走了走了。我回下了，下路区没打。瞎子没闪，瞎子没闪。 把我们伞打出来的，我靠，这老东西！等三级吧，三级我不怕他 Q， 好像还是得躲，他闪现勾，我们一定会死，要闪现勾了好像。大哥应该还在这边，我升个三级马上下来，我靠！ 主要是过了他也没用啊，你他妈抬也死。那我们该站塔下的。在打吗？我能拿双杀好像。来来来来，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。还有一，是不是？打打打，屋顶前面屋顶前面，随便打。我操，我烧双杀了。 我们后续就没那种东西技能。起飞，大下路，稳住，结束。哎，还推还得推啊！是，好难受啊。黑线，然后回去。这边好像。 太坦太坦太坦，走走走走走，太坦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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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有个太坦，绕后。下路一定在下，一定在下，下路。我都看到他了，他越不了的。还要控小龙，还要控小龙的。你不要换，你要是狐狸去了先会往下路走的，这不越的。没换没换没换。不是他怎么这么急啊？三个技能液的。他妈的液。坏了。哇，这都能越吗？ 我有点麻了，卢锡安扛，然后就杀了一个。我那看一下，他六了。走吧走吧，先给队友点信号，如果这队友来不了就无所谓。我先去绕后点个野。 没想这么快，我身上有一个。太他妈意思了！你脑子有问题吧，哥们？队友给你打的优势。这个被炸走了。操，我没神剑。太冷气了，太冷气了，我们下完塔别打不了就走。得走队友，多太冷了。咱们俩对线肯定是亏的。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他妈被坑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看到。你们能走吗？沙子能上吗？ 还行吧，这个上没蓝了，这堵墙算了算了算了，先控老大。这哥们喜欢送啊，可以接受可以接受。这种下路看我是不给他们下路给的压力。 在这里，这有眼吗？
不知道，我是外的。我大招差一点点。推线比他们其实正常的去补刀，我根本吃不了兵，知道吧？打不死啊，感觉。打点状态吧，很难抓人这个辅助。来逼下塔，我可以逼下下塔吗？ 我这波不走了，我这波不走了，我这张后面给你们反蹲。你可以去直系。狐狸来了，狐狸来了。我在闪，我在闪。太冷没闪，太冷没闪。狐狸先到的话来不及的呀。先到，往后拉一下，往后拉一下。他这先锋放的。我操，这有眼。你要提前。 中单提前到了，我们才能放这前锋，不然迟都不敢。狐狸有踢的吗？没踢，没踢。他们瞎子走了，又打河蟹了，这波是个机会，来来来。好、啊。 加的在上面，没事，我们可以稳。狐狸没大的，狐狸没大，往下走了。你连狐狸有一有分野。走吧，该走了。我去刷野了，算了。没看见。追不上了，有点。 这金克斯其实装备经济是绝对没我好的，知道吧？如果我能先手把这个蓝切做出来，那我们下路将掌握主动权。他先做了鞋子，也行吧，就可能前面打架厉害一点，前面打架拉扯强一点。推不了，推不了，推线就走吧，走吧。有点肥，算了。狐狸挺肥的，不能推。上路跳两个塔皮。 还好吧，我们吃了小龙。哎，有眼我靠！他有闪的，没闪。踢了吗？能去吃？怎么能吃塔吗？我去中。嗯，我在。我操！ 瞎子没带，操作可以，还行，他妈的好神技能啊！操，这不被你拿个33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拿33还不行是吧？我们下路，我的意思是他们，我的意思是他们神技能，然后干。我都差点红温了。没有，我不是你没搞懂我的意思，我操你奶奶！<笑>我搞懂了，我也要红温了，我跟你说，下路。 你还骂我，我操！我真的想一拳干，哎，人头，我直接拿刺他了，哎，我靠，真拿刺他了！他们这1400分的车，你看他的装备其实，我说实话，他就是在没有说拿到很大优势的情况下，主宰系我感觉没体力去发育舒服，知道吧？小心啊，别脸蛋草！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输了。看我位置，看我位置，看我位置。 能追狐狸没到，狐狸没到，追个毛！狐狸没到，狐狸没到。怎么感觉他们这？ 这么高分的车玩的这么随意啊！哇，力不够。还有个送的。救一下！我在，往上走一下，往上走，往上走。我在，往上走。
好了呀，来，哇，双踢，坏了，大嘴还在输，兄弟们，大嘴还在输，都没进来了，继续吧，大嘴一个毛。一个毛，我连 W 都摸不着。尿，一下，这个快尿。哈哈。上边。拖地。哎呀。一下，这个。再吐，再吐，别吵。现在找。别吵，别吵，再吐。你应该说你在滋，不是在吐啊。我是大嘴，不是吐，在滋什么？对他们这下路帮了这么多次，我还超神呢，我靠。不差这点，就搞吧。搞什么？来，搞什么？我被他们蹲到，我都没死。在这里。哇哇哇！天降人头啊！哇，天降人头！我靠！哥们，你谁？那为什么他们不玩卢娜呀？不是所有辅助都能玩娜美的。哼，这种英雄需要走吗？这比泰坦更需要走吧？泰坦我觉得更需要走。哎，他没有一，这里哎哎这。他们这个配合，他们这个配合也有点精彩。什么东西啊，大龙？他这一交了，他交了我不吐死他。不是你被交了炸了就包死了，他泰坦把你 Q 走了。下午好呀，枣哥。那没办法，这个他们配合有问题。千四百分的队。真是，还是我的 MVP， 我破防了。我最后也钻石了，我也换了。你这把加了多少分？